一松手就熄火了，燃气袋儿。一松手就熄火。现在要拆开。现在灶头卸下来以后，这个就好拿了，这样可以用螺丝刀往下拧了。拿下来了，下面换个新的，这个新的啊，一模一样的，这个就两种，一种是单针的，中间一个针的，一种是两个针的，单针用的是最多的。现在试一下鸡，现在松手，不熄火了，正常，大火，松手，修好了。电磁阀坏了，坏的最多了。这个好了，修好了。